即将听到的话都是真实的。如果你把它听进心里，你就会经历生命的改变，因为这些话是上帝的心里话。他爱你，他就是那位你心中所渴望拥有的父亲。这是他给你的一封情书。或许不认识我，我却深知你的一切。你什么时候坐下，什么时候起来，我都晓得。我也深知你一切的作为，就连你的头发也被我仔细地数过，因为我是按照我的形象来造你的。你的生活、行动、存在都在于我，因为你是我生的。你还未在母腹中成胎的时候，我已认识你，因为我在创造之前就拣选了你。你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，因你一生的年日都已记在我的册子上。我为你定下出生的时辰、日期和地点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受造奇妙可畏。我在你母亲腹中塑造你，在你生日的当天领你出来。长久以来，真正的我被那些不太认识我的人误传了，他们把我说成冷漠残暴，其实我就是爱，而且我一心一意要将我的爱倾覆于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孩子，我是你的父亲。我所给你的是远超你肉身的父亲所能供应的，因为我是你那完美无缺的父亲，你所拥有的一切好处都是出于我。我是你的供应者，我会满足你需用的一切东西。我为你所安排的前景总是充满希望的。我给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，我对你的挂念比数不尽的海沙更多。我要因你喜乐欢畅，我也必使你福乐连连，因为你是属于我的。我要全心全意培育你，并要向你显明那些伟大奥秘的事。只要你专心寻找我，你必寻见；只要你也得着我为喜乐，我必将你心中所渴望的赐给你，因为那本来就是源于我。我能为你做的事是超过你一切想象的。我就是最有能力的鼓舞者，也就是那位在你每遭患难时安慰你的父亲。当你心灵破碎的时候，我陪伴你，正如牧羊人抱着他的羊一样。我搂抱你，贴近我的胸膛。有一天，我要擦去你每一滴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。我是你的父亲，我疼爱你，正如我疼爱我的爱子耶稣一样。我借着他表明我对你的爱。耶稣就是我完美本性的真相，他降世为人是为了证明我是为你好，不是与你为敌，并且告诉你我也不计算你的恶行。为了使你与我和好，耶稣得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死也表露了我对你至上的爱。我舍弃一切所爱，包括我的最爱，就为了得着你的爱。耶稣是我给你的礼物，如果你接受他，就是接受我。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使我的爱与你隔离了。回转吧，孩子，我将为你举行一个盛大的筵席。过去我已经是你的父亲，今后更是你永远的父亲。问题是，你愿意做我的孩子吗？我等着你的回答。
父亲，全能的神。